为啊，你下人呢，心脏不动啊，说起来嘛，好像你把死羊往就这样。上回来超过一刻钟了啊，向大家道歉。今天下午来讲呢，在微末说不开始，就是不到他的邻居做什么呢？主要的问题是为母所办，那母亲呢就是他的父嫡亲母亲，嫡亲母亲他生了三天他就生他的天了，因为这是小乘经的说法，大乘经的说法呢，父母摩耶夫人呢叫大梵学菩萨，这是环境上有的啊，大家看看环境就知道，或者三难当中一卷佛母叫大梵学菩萨，实际上摩耶这个两个字呢，就是接着中国话就叫梵学，为什么叫梵学呢？因为这个大菩萨呢是登地大菩萨，普明大菩萨，他视线到人将来为净饭王的夫人，所以他会圣天，回圣天就是不及天了，他回天的时候呢，天就是有大小乘，你分别不同样，小乘人呢这个摩耶夫人在日里中午的休息的时候就梦了这个大象，大象身上骑一个菩萨，这叫骑象的天，就是小乘人，大乘人呢就看到菩萨坐在旃檀罗高里，从旃檀罗高里的天吧，因此说大乘菩萨有坐的这个像，坐的就是摩诃龙坐的，坐的什么像啊？诸佛人像，说法的像，在佛母里就坐那般人，是大乘。所以说在华严会上大梵学菩萨就是佛母，梵学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梵是幻化，而学是就是法学。这个发觉了私信是人家一样，其实他们有啊，就是方便的啊。所以说父母呢在学生经典的群众生来说呢，有个母的父就是为母保母恩，其实他们都是私信玩嘛信哦，本来可以去世去了一样的姻缘，姻缘是那个责任吗？不是的，这个姻缘做得蛮像的，就是说生动的用形象来教化众生，要做什么呢？要众生跟佛菩萨像，像什么？像叫你孝养父母，懂吗？要叫你孝养父母，父母的恩德最大，我们上午也说了，因此呢就释迦牟尼的身体为母所发，就是第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主要的问题，我们上午说了，这个就是说地藏经的中心思想，不做什么上天去了，保母恩去，保母恩咱们报儿子，说法的众生就是因此佛法了，一切佛法都建立在众生身上，佛如果没有众生没得话说，因此佛说法第九界众生，九界众生呢，就是菩萨、云家、声闻、三圣八戒、六佛八戒，叫四圣八戒，还有三心道、天、修罗、人，就三心道，还有底下五位众生。有的人有疑问了，不说三心道也好，三圣道也好，都可以信得过。那么三阿道能说法去吗？释迦牟尼佛还是比畜生，还是到五蕴的，到地狱的欲望都有。不过我们反问不知道，反问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切佛经的典故故事里都有。你比方说，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教化众生，就是地藏经上有的啊，是地藏王菩萨。变无归，变畜生，有没有啊？为什么这事情面临大事？欢迎各位在座的出家师们知道，缅林大师就是观音菩萨化身，他并不一行，也就是无余道。畜生道里菩萨更多，佛菩萨更多。畜生道里
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就话一句中文：金色王、金色龙王、金色龙、金色龙王，也称大愿王，也平常比例的大愿，也有菩萨实现。所以说，三头万道里都有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此呢，释迦牟尼佛也好，诸大菩萨也好，都实现一切众生的身。一切众生的包括虚了空行啊，平常威力地下走的虚力有力都有，不仅仅是恶道里就是地下五位众生都有，所以说不处处都有佛身。因此呢，这个为魔说话就是平常说话，为了度一切众生，就是包括九界众生都在里头，就是第一大步了了啊。第二步呢，从二十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皆来集会，这段文章叫什么呢？大众合会的缘起，缘起到哪个了？到托利天，托利天当了号码，我在那边上午讲了，这个信嘛，当然也是就是天主的那个地方，凡是功力就是无我有缘。我们有缘，你们知道一个吗？一有缘就四十华里啊，十有缘就十个华里啊，一百有缘就十千华里，对吧？一千有缘十万华里，一千五十有缘啊，十不到二十万华里，你看多大，比中国还要大，对不对？所以那个境界呢，比这个人间的这个数呢，可能比不知道。所以诸佛菩萨在那个地方，一点都不用你空空荡荡。啊，这个人就是他发挥了有缘，办完事情包四十座，每一个法身的他做一个四十包度，一个包度就是四有缘五有缘高，那多少了？五十二五里，这个大包度。所以说那个圣人应该不菩萨境界，你不能用你这个反复的想象去说。很简单的，我们经常讲到这句话了：脱离天空的人，身上多大你知道吧？一有缘故四十里，一生里四十里。人家举高的那个刘翔飞人两米一，不过去。说六尺多一眼眼，两米，六尺一圈，要六尺三圈，对不对？那些比起来都是倍数啊！一有一圈四十华里啊，一华里是五十公尺啊！所以说，我们要比拿能量来比，这不可思议，很难说。所以极乐世界那个境界就更大了哦。有的人就疑惑过来。那天天去能生西方，个个都要生西方，今晚见虚空界的众生都要叫他生西方，叫他自己活得下吗？其实这句话呢，这反复之间来衡量佛的境界。华严经上在这里有多少大句子都会行于名语啊，一尘中有尘数差，一一禅有难是佛。你看一个微尘中有尘数，这个成熟两个字不要看清了，佛差就为成熟世界，怎么是维生素世界？维生素世界这个里头就有迷一个世界，就有卷佛，迷一卷佛有多少种人呢？多少？那拿释迦牟尼佛做比喻，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计其数的众生，不要说那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世界。你说不过来，学着这四大步骤，那四大步骤再说一个南京步骤，南京步骤，这个地球还有的地方不知道了。在我们中国来说，就东亚啊，东亚洲的东半球，那边欧美洲呢就西半球，整个的全世界的人民算起来，60亿啊。一个十分之一的小世界就60多亿人呐，所以说他方世界无量世界不能说，所以这个二十十方啊无量
世界，二十四八五两岁二十四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他的临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释放，释放表达的一个字都不能丢掉的啊！释放就是东西南北四围上下是释放世界，这个有多少世界？有无量世界，不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不是的。哎，比方说拿南方来说，南方有无量世界，无量世界究竟有数得数了，还是有数的？就是，比如说很多无量世界，东西南北四围上下都是无量世界。这个里面究竟来的什么人呢？来的诸佛，诸佛的数字也不可数，不可数啊，不可数，不可数，这个两个句话了，意思就送，这是华严经上六十啊五十六个大数之一啊，无量无边，就底下是不可数，不可数，最后的大什么咒文，我说了，我记得一点点。叫不可数不可数转，那个数字就很大，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说，释迦牟尼佛在陀罗尼的时候，正在要为他母亲所爱的城邦，这个时候呢，也释放无量世界，也不可数不可数诸大菩萨诸佛，不可数不可数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俱来聚会，就在这个佛要说法不说法的这个当儿。通通来了，来的什么人呢？听众，来听经的，那听经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十方一不可数不可数世界，一切诸佛及诸大菩萨摩诃萨俱来聚会。大菩萨大家要注意啊，不是小菩萨喽。什么叫大菩萨呢？都是普明的菩萨，是满身的菩萨。所以这个地藏经啊。等于法华经就这个道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藏经在说过法华经之后，为说密普经之前说的这部地藏经，因为佛知道他快有那密普了，他心是没有了嘛，要三道立地为我说法，听众呢就是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一起做个去大菩萨摩诃萨俱来聚会，就听众啊，大家要知道其他的经典当中啊，比如说七十几个多月雨打比丘生清阳包括这人就像弥陀经，但清阳包括这人就顶多底下还有四大菩萨，我们说菩萨我也多菩萨长经经菩萨不学习菩萨就是弥陀经，这个上的听众可不是一般人，就是诸佛诸大菩萨来的来听经的，所以这个记不经呢，希望大家不要看一般的经，也别太轻视它，它只能超脱亡灵，超脱鬼魂，那不是的。这部地藏经跟法华经一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要对地藏经有深尊重心。为什么深尊重心？它的主人翁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上回讲了，人犯为名经籍，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发觉他是修行的本命，因为这个人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那他为他说的这部经就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呢，所以说呢，劝告为老人家，告为大居士做菩萨，啊，你们在座的出家菩萨经常在人念地藏经，也上恭敬心，地藏菩萨是这么多的诸佛的师父，你要说方是十万不可数不可数，以及诸佛十来个，大家要认得哦。就底下有人介绍的，就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众生成佛，成佛的这个佛的数目就是不可数不可数，这数都数不过来。诸大菩萨更别说了啊！可以说我们就讲南师了，是讲人来说，诸佛是他的徒弟，诸大菩萨是他同学呢。这个里头可能诸佛教化众生的菩萨也已经破无明了，所以说这部地藏经呢，尊重的很。我们上面也提到了念地藏王菩萨这部大经里的时候，要生尊重心。他就是为救度母亲，释迦牟尼佛自己的为是度母亲，也因这个地藏王菩萨因地两个故事也是度母亲。
那么我就是好像在这岗位听见了也很清淡轻描淡写的，实际上保姆我哪个不晓得保姆这个不讲呢，你能知道自己的父母安葬无山也是不可思议的，你能知道过去的无量劫来的父母吗？你想了想，真正懂了这个法界一切众生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的父母兄弟姊妹六亲眷属冤亲债主都不怪在里头，所以这个里头想通了呢，你那个菩提心自然而然就发出来。菩提心是度众生的心，度众生心就是保恩心，你听得懂吗？所以说听经了特别要注意开头这个几句话，原因就是要把根本说出来。所以我们念经普经也是特别尊重的心，你跟法华经一样的讲的啊，这个人诸佛诸大菩萨又跟法华经比起来，十方无量诸佛就是地藏王菩萨教化的众生成佛了，也就是说地藏王菩萨的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因为其实都是讲那个教化的，教化的怎么不叫一句成语嘛，从佛口生从佛化身就是佛子，这些佛子就是地藏菩萨亲自教化学习，他为什么还居住生人位置，就是菩萨的因地位置呢？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无从寓意主要是什么，说性色为体，得失意性色为体，所以说他教化的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是占到阴历的位置，而是以阴为母，所以这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法啊。所以说，各位大家，既不法华经啊，既不自然经，各法华经一样讲经，一样讲经，所以它是以无上提佛为教相。底下就讲到，他来做什么了？这是十方无量诸佛诸大菩萨来，一开口就赞叹释迦牟尼佛，说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信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自苦无染法。所以说，周大菩萨一来见到佛，就称扬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五浊恶世这个解释不了啊。我们讲白话讲，弥勒要讲，还没就上几个星期讲的嘛。”五浊恶世是即觉即涅烦恼加这个恶世，恶世呢，毗陵恶世，他能信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释迦牟尼佛教化五浊恶世的众生，他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呢？他是信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大智慧神通什么？神通两个字，我们来讲神通名的神通两个字，也是大致说神通叫神名天性，慧呢能通智慧永通的意思，大神通呢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因为在神通当中一般的人不能测到，神在不可测到的意思，不是测了啊，神妙嘛，测嘛，不是一句成语吗？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用大智慧，大智慧不是小智慧，什么叫大智慧？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在教理上叫一切种子，叫大智佛智啊，神通道理，神通道理的教理，他怎么样教的？要调伏刚强众生，调伏刚强众生自苦了凡，他主要的有这个大智慧大神通力，他就能调伏五浊恶世的刚强众生。五浊恶世众生怎么刚啊，怎么强啊？刚强两个字在众生上来说呢，换两个字大家就知道了，顽固。好，在众生的这个
性格上来讲呢，众生的秉性很顽固，就是刚强，因为他不得智慧啊，没有神通道理，但是有一个很顽固，什么顽固啊？贪嗔痴心很顽固，他对世间上好吃的看不尽，好用看不尽，不得己。人们说一句成语嘛，欲壑难比呢，你贪淫到，贪淫到了，这不是对于大智慧的挑战。你用什么办法挑战？你们知道吗？只有两个字啊，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就是慈悲心。他在顽固、在刚强、在恶劣众生，都用慈悲心就把它感化了。我们可以说生动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往昔接种，往昔接种为一个国王的太子，国王太子呢，他命令一切众生，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行菩萨像嘛，那太子一国王的太子，他也是行菩萨道。那过去了，那不像我们现在啊，现在你们苏州一点的那个游览的地方，要举手做上不错，对吧？可是过去没有游览区啊，那太子在宫中后来应了，就到那个山里的去想想玩玩，啊，就游览游览，还有什么？到山上一个山头上呢，看到山洼里一只大老虎，大乌老虎呢养了五个小娃子，小老虎牙子。平时老虎啊，翻山越岭，落入平地啊，他缠了五个小老虎贼子嘛，没有进来，一时没有进来一刀米，为什么呢？肚子饿了，肚子饿了，那个五个小老虎呢，他要喝奶，五个小老虎盯着个老老虎呢，奶头就撅。就为老母老虎没得吃了，他哪怕一个奶了，越是不得奶嘛，小虎一咬后他都没有呀，过了个痛苦难忍。老虎真的那个老虎老母老虎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要求生嘛活不了了，肚子饿得很，要求死吧吸不得，饿了要老虎小老虎崽子，真的这个真的是口痛之极了。那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是国王的太子嘛，看见山林上的山洼子里头一个老虎，养五个小老虎，后来等于是等死了，等死了。哎呀，那个太子菩萨呢就发大心，发大心，哎呀，这个众生太苦了，我不救他，哪个救他呢？那么怎么救他呢？老虎只有吃虚吃肉啊。那么我有生的肉，别这个意思，爆炸的没有用，送把它吃去，送把它吃去，可怜，去了老虎边那老虎都没得劲，为什么呢？头天不起来了，一起洗干干洗了，他肚子饿了也没得劲，老虎一个小老虎一啃那奶子，你看这个苦不苦啊？真的老虎没得办法，那时那个老太子就看自己晓得了，他没有劲吃。他自家拿个刀把身上血划开来，别的老虎嘴皮子，老虎闻到这个血腥味没，就嗅那个血，血嗅完嗅的又进来，就吃肉了。太子一身的皮肉血，同那供养那个老虎。那老虎一个母老虎，后来五个小老虎也就活了。因此，菩萨因地用什么心来救众生呢？你们看到吗？慈悲心。慈难与乐，必能达口。慈心够，把浑身的皮肉、精血都供养他。老虎得到吃了，就离开痛苦了，离开痛苦了，菩萨成一个国家的没有。所以说，菩萨起身入手足在阴地，这是一次啊，你们也听说过吧？菩萨行菩萨道。无量积累要贪惜这个生命的这个数目是不可数，
不可说，说的是次数太多了，无量劫了嘛。每个劫里的菩萨都要牺生命够众生。释迦牟尼呢，亲自在这个《本生经》上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在此江上救度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都救，一切众生当中都悲，都离众生嘛。但是我在畜生道的病狗，病狗的狗当中呢，再色颜色，黑色花个黑花个黄个那个不算，全部不沾的，一根毛都没有，一根沾毛都没有的，全部的毛。”孟婆狗，包狗，包毛狗就是一个狗子牺生命，多少次数呢？不晓得。但是光是这个骨头比起来有须弥山高，光是包狗的骨头比起来有须弥山高。我们两个说了，须弥山多高？有百万世界有余啊！高度这么多呀，都大了，都宽了，那就是不计其数。可是释迦牟尼的因力。比其他的众生都不算，比狗罗的众生，其他的孩子都不算，光比这个白色的毛的狗，这个四个地如须弥山一样。你想想，因地菩萨行菩萨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提取多少生命啊？不可数不可数生命。所以说，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大家知道吧，诸佛菩萨在阴历啊，第一是第八长月不下来一月里头，毗卢遮那如来阴历即释迦牟尼的阴历嘛，须不可数不可数生命法为布施，就是这个意思。在那个本身就呢详细一个个的具体的说，而且这个行愿品就是简单的解读一下。所以说我们说来说去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来这个无量寿救度众生，达拉僧们来救度众生就慈悲啊，众生再恶劣再顽固，释迦牟尼佛从根本上这些慈悲心抵赖一切众生，所以说众生听他的教化，听他的教化。在座的你们不要啊，说老和尚说神奇话。我们现在江南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也是拿我来说啊，我现在在这个在人道做个老和尚，下一句佛法，你们知道吧？我怎么会做和尚呢？怎么会下佛法？你们知道不？不知道的，不知道天因因果啊，天因因果。我们在过去无量劫当中，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恶道当中教导我们受过释迦牟尼佛恩，他怎么受啊？可能就是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往昔劫中吃过释迦牟尼佛的肉，喝过释迦牟尼佛的血，才会跟佛有这个很亲近的亲姻缘。他跟我们结的缘嘛，佛性众生，佛以生命取乐来供养我们，就不做什么。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菩萨都不要忘记掉，凡是现在听佛法的人，严格的讲，都受过佛的教育，受过佛的恩典的，也就是严格的说，每一个众生都吃过佛的肉，喝过佛的水，所以他佛体我们种的这个佛种子。我们才能听到佛法呀，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清楚了，你们要知道了，无量劫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无量生无量死都为我们，他发菩提心呢，为一切众生，要救一切众生苦难，与一切众生快乐。我们如果过去没有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广大的恩德，不会想不会，你们不相信吗？死者多少人？你们在座的把这个人死者有多少？我们就是说还没有来听经的信佛法的，不叫还有，顶多一千人年轻人嘛，在座都不了，
苏州这么大的范围啊，现在市里都发生大兴趣了啊，这个兴趣那个兴趣，东西南北都有吧，你们比我学的就更清楚了。据说了黄浦河现在苏州有2000多万人口，我才说这不叫做顶多年轻人嘛，年轻人哪有在做的不做的嘛，对吧？1000多人顶多了，你说这数目是怎么比例啊？所以说我们各个都是个不得恩的点，有缘有殊死因缘，无量劫前你得到不得价值，得到不得恩的，因此我们才能得到不经来消息，在内心啊，很恭敬的在这个听经，没有说是大因缘不可能啊。我们今年几年知道这个佛给我们的这哪里问的，我们怎么样做呢？还要进一步下，好好的下，好好的下来跟佛下，下不及止嘛，下不及止跟佛下了，下好了做什么呢？那跟佛不是下也还要下，但行不知道。无量劫也行不知道，那现在拿无量劫呢行不知道啊？但是你心要生希望去。我们说到这个地方了，为什么群众人群大家都要求生希望呢？因为你不生希望了，在娑婆世界可能就堕了。求生希望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我们上次也说过啊，我在不下面的讲空也是这样讲。我说我们出了家来不缺家的下不地址，下不地址有一三个题目，下不就是要从这个六生死开始下，先要下六生死决定要求生西方，第二个下成佛，下成佛之后第三个呢光不懂什么，有的人想哎呀我还不如不下不拉倒的，其他就是疯狂狂，你下了佛干嘛呗？你看，成了佛了还不得休息？其实呢，你弄错了。那成佛的那个功呢是不可思议的，成佛的那个休息时间不同样。我们反复心乱，好像要坐来休息，甚至压着血压来休息。佛菩萨常在定中，不仅仅他。动的时候不动，就是不动的时候他还是不动，是动静一如不得静的，不大自在安乐跟不安乐一样，他就更生大慈悲心嘛，这大慈悲心一切都为了众生，也得想了众生跟我没什么大关系，但是要总用个例子来说一说这些关系。而现在国家这个政策不好，计划生育在座的老人恐怕也想的不同样，那么三男四女五男二女的人家很多呀，那个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那么一句成语嘛，10个子女熬得够不着，婚姻大的熬得一婚姻，三个更婚姻，四个要不得更婚姻，要五熬得六熬得了心难受，居惯的是那小儿子，对不对？我们不经常一故事了，庐山女养一不果子，他那第一不果子被犯人抓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庐山女天天在外头抢我儿子，不要叫我了，他把那第一不果子来抓进去，那个人发不灵。那个庐山女有神通啊，天下都找高了找不到，后来找到。其实一过到远就说不能一找你，哦哟他儿子走那个玻璃的，他就跟非要让儿子不接受了，你觉得你这个第一不搞的还行的，然后把一搞的两搞的你给那个吃掉了多伤心啊，所以说我动作无为，是的你动作我你只要这么吃的吃什么儿子，哎是一个楼上女他不得话，但是我只要动作保护下这就不吃，所以不仅捐去他，我们吃家人现在早上中上吃早饭吃早饭都要吃生存的，早上你呢把你把食欲吃留不上吃你平时放不是做大街，中上呢大鹏金子鸟落在鬼子母甘露洗冲，这都是四大肚子吃的饱饱的，这个里面有个
窍门，我发弟子了，要有条件的话，每天早晨、中上都要吃生呢。吃生就是根据佛的教化，罗刹鬼子母大鹏金子鸟，大鹏金子鸟吃肉嘛，罗刹鬼子母吃起来那个小叶子，佛有多斯拉的斯拉肚子饱，他不吃人呢。所以这故事学名说一说了，因为不慈悲，我们从不慈悲，不是对那个好种人慈悲，不好的种人不慈悲，不是的，相反的，对个恶的种人特别慈悲，啊，所以我们这就说了，讲的什么话呢？因为佛有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调伏两个字你们知道吧？调是调动，伏是降伏。怎么调的法，怎么想到法了？释迦牟尼佛无量积累成佛，都是按按王经这边百千次，百千次每一次要经过三大无生取集啊。三大无生取集当中，心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用慈悲两个字来教化，或者用慈悲心来抵待一切众生，才能调伏他。你比如刚强众生，你们在这里也能可能听到过啊，寒山舍得地化，寒山文舍得一人打我把我修了我怎么办呢？舍得就是呢，也听他打听他骂，就是了，一人打老祖，老祖秩序到，一人骂老祖，老祖就是好，头毛头脸上有点自干了，他也生了气，我也说办了，这么凶啊，慈悲心呀。最恶劣的人他就不好意思了，你比方说一个人来打你，他打得好打得好，你别还手，你还手他就打得更凶，你不还手呢，打三下子第四下子不关心他了，关心是打了两回事，骂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听他骂就他骂，骂得他很好为了他就 不骂了。恶人最恶死的，他的性格还是好的，你测验一下你就知道了。哎，有的人讲我小朋友应该的把人骂的，让你不是的，慈悲心可怜了，他打你可怜愚痴，他骂你刚好可怜，这个人是反方向的可怜了，你这样生慈悲心可怜心，他就不好打你，打你三下子之后手就软了，骂你三句三五句之后，他就不好意思嘛，你若不还口嘛，若不还口他就不高兴嘛，你骂起来是不是？所以说呢，佛菩萨慈悲心，我就说的很简单的咯，佛菩萨内心啊，慈悲心有一生内心的恒常心，内心教化众生，佛菩萨不想我们烦我们，所以被两边听不懂，哎呀你这个人这么笨的，不不是不行了，哎，意思意思，愚痴的众生意思跟得紧，因为在他记性不好，都是疾病。所以说我们不抵制了，要生慈悲心，别的心里头，你到处都极强，到处都配人。你说的好呢，有的人这样想，要你要强到一刀把你砍死，你本来什么心，把你砍死了吗？你从心里要感谢他，无量劫来想留生死还留不掉，这个臭皮囊害死人了。他在我解决问题呢，他是我的大善知识，这个不是从嘴上说说掉，要做到的。而且这个故事我也说过了嘛，写里面卷在第六心，就是说来这个叫你来批的话，这个叫你了，必叫你六种位叫六心。六祖位呢，就是动烦恼，见惑动了，思惑还没动得了，这个时候，那么七祖都是见思惑见嘛，六祖大概烦恼不多了，还有一点点。哎，我心里边真的一发大心啊，就菩萨去说，大概释迦牟尼佛请假，要世间慈悲，我要去教化众生。世间说的好啊，你教化众生去，你的本事意思就是你本事还没下得会，你就能教化众生。你去试试看嘛，后来一去了就遇到那个天上几十天来顶我了，几十天装个小子哭声呼啦出，他妈妈很大病，结果呢他跟那药丸一做一样的，
心里边捐给你，我在这六星啊，没有开心他们的嘛事。徐州一抓把个右眼给抓了，右眼抓了，他说哎呀，弄错了，弄错了。医生说的是左眼，心里边心里还有点免疫了，一直不服气了。你不早的说，他不是这没有智慧，他们就问了，拿左眼你们他不说，结果把左眼给挖了的，啊这个就是听有闻的。哎呀，还有臭味，但是你心外心里就是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就罢了，那个就是丁可以吃一嘛，那不灵心经不经，那个家把两眼一起探，那怎么样两眼都不晓得了，他听到那个探声音啊，眼睛像起波也起水啊，那叫家里就是晕厥啊，那被地上一探了，跟那个鱼泡一样，一撇大一撇不大，两眼睛都撇坏了。心里边真的心里想难过了，啊，总算难懂啊，总算难懂。所以说，菩萨要有恒心啊，又要有智慧道啊。因此说，佛者一些因力都是大菩萨，普明的人，他们有悟着了，有智慧大，所以能调伏刚强众生。调伏刚强众生，他为什么要能调伏这些刚强众生呢？他知道的苦乐观，知苦乐观，知什么苦啊？人家有八苦，我们上面讲过了啊，三苦五苦八苦了，就苦。苦从哪个来的？有生则苦生，所以说佛知道众生的苦，就知道就身体上有苦。乐呢，就是给他的灭盆大乐，灭盆乐这个乐就是无乐之乐，就具快乐之乐。比碰到了，所以说在家门里边全部刚强众生知苦乐观，知苦乐观，所以他能全部刚强众生，这个道理。这地方都是总说详细的记下去，因那个地藏菩萨的故事，那就真的具体的说了。接下来就是说佛陀大菩萨来赞叹是家门里面这一段，底下各有表现，表现什么呢？底下看到啊，各亲事的问讯事，各亲事的，每一卷佛这不有佛的事的，每一个大菩萨这不有个小菩萨跟他做事的，他这些佛这是大菩萨派使者来。到分别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来做什么呢？问讯释尊，这个地方很简单的啊。问讯释尊在佛面前顶礼，顶礼之后站起来，这称某某佛陪我来啊，问讯释尊。问讯释尊这理由很广泛，先要供养，先要身口意三一供养。后来呢，香花灯灯佛供养，就是思想的供养，表三义清净，表香花灯灯佛就是以戒定慧来供养世尊，听得懂吗？有的人，有的居士在家里拼命烧香，烧香做什么？烧香啊，你每天烧一支香，不是不行，你烧。烧香是表修戒，持戒。你们不是晓得的吗？咱们也就是灵安山大部分一下来开会就是嘛，去那个香站的，香站的戒定真香啊、哦，戒定真香分析从边上嘛。没有说你就烧一大把香嘛，没什么。啊，灵安山那些老居士，下午你上山烧香，哦，那个多得很。这么一大把还打开一种天上一溜，他连点来不及点，他以为烧香一动啊，菩萨就欢喜，其实不对。应该的讲起来，烧香烧得多，搞个烧中饭菜也打点鱼米就露出去，那都没有没得功的，不知道。敬佛的香呢、啊、是比较持戒，你又不杀生，众生欢喜，诸佛欢喜。众生欢喜，诸佛欢喜。你搞个十条鱼去吃当当饭，众生苦恼，诸佛就不高兴。烧香没用，那
们也就参与了。不懂法办了呀，所想做什么抽菩萨来应抽菩萨，没有用，并不是说一定用的诚心所想，不是觉得一直想三直想不作用，一直想一直表达，三直想也是表达，一直想呢一百心想一百老一百心想，是一个我们翻译个也是几种几句话呢，是一百家和从天下去做几声，这箱子哪位的心想，你心恭敬就是想，实际就是想，有时候三字想啊，就是表三五六想，决定为三字想，最多表什么呢不知道，最多不知道，何况一大把一大把的这么一大把，他你们扎一开始你们扎心慌啊，就是平常容易溜连点都不要比，你说这个相识的好，我还有点浪费，但并不是瞧不起的，说那些话了，不是瞧的话，真正的烧香了，你们在家里也好，到庙上也好，第一支香三支香最好，不要说的乌烟瘴气的，因为灵岩山没办法说，灵岩山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你去看初一一半那个平阳路的那个香啊，逼起来嘛，有没两个看烟火的时候来不及，你打一个火啊就能够吃掉，吃掉为什么他不吃别不下了，到了那个那个三花镇家好像一个大房子，可能我带了一个交心是懒得多的火我也不倒下去烧掉了两半，真一个交心，好像他们说的都能直接给交心了才倒，还是大啊哦，你说烧香的这是菩萨，你说他坏心吗？不可能，他的恭敬吗？不是，你说他好心吗？我看也不行啊，我的那位那个有无因障是太多，佛教徒要依佛的教诫，供养香花灯头五壶都是表范，不要以为我的每一个苹果供个佛前太少了吧，没打完，有的一大壶他说一两大壶，有的四大壶，我有个供养灯都摆不下，那可不是一个那么想，三马火上去吃，火上去了，小小，没话题，也给我吃，也确实吃了。我们不是说俏皮话了，实际上呢，功德都是表白的。你要如何修行就好了，你功德什么意思？求佛智慧也，光明也，真的是表示光明，求智慧，懂吧？供虚就是什么？供虚是平等心，你看那个虚到这个鼻子里头，它滴在里面，那是虚平心，虚平心嘛。说供虚这分明的供虚，这表示平等心，懂吗？所以说这分明的供，都是表白。因此之故呢，不要太多。你心到神知吧，你只要一诚心，不不是说的你是想得办的懂，懂的啊。所以想不来一定要有正知正见，什么正知正见呢？要懂得佛的教理，拜一拜佛有利我举止好了，那个释迦罗是就那两年多了嘛，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各个拜道各个拜道，错了错了，你在佛面前拜佛你要共享是罗就那在你面前一如法归命理，你比方说啊，就是某某原因发现一切众生心定理，我在另外在早上上大殿的别的我就讲过别的，这个要供养，供养第一个是迦牟尼佛，第二是文殊菩萨，第三个大普贤菩萨，第四观世音菩萨，第二呢就是喜利弗尊者摩诃毗尼的十六尊者，你变了个表格那就起一想象嘛，你在喜利弗尊者面前成名就做慧命女，那么几年真的也这样的，当然你想快点念快点也可以了，这个呢你呢就还有的意思，这个呢你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呢要每个不是说真的命运都早已找到了没有啊，他连说都没有说，一比半个都没有说的高，十六个真的命
他见个连连胜，你们说我就是个一路虚的几千米下，好心眼子，就是不是媳妇是大热不得了，有的这点人不晓得呀，他就是几礼拜在生，几礼拜知道，不知道了，他以为这个是也是个菩萨，然后再一大菩萨小菩萨大菩萨，那这样的信心倒是好，也有的用，比不得呀，比不光你用好了，有的有科技不晓得。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好了，要知道弥勋佛、弥勋大菩萨都被世在的想法问讯，问讯就是三一清净供养礼拜啊。后来呢，就供养什么呢？供养香花三头虎，什么东西的供佛？就是问讯是真，问讯的具体内容呢？众生一度身心安乐苦，就是《法华经》上有的啊，文献的内容。要给世尊来问，世尊，你身心安乐吗？你教化众生顺利吗？众生听话不听话？就这个意思。文献众生，也就是等于比方说，你有亲戚到你家来，你看现在身体好啊，你看的各个的东西，小孩都好玩了。哎，文献，文献的具体问题呢，就是说你家的态度。就这个意思，十方诸大诸佛诸大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派一个使者来问讯世间，你怎么含义？这是含义啊！他问我之后呢，我就有所表示了，有所表示。这个底下有十种光明门，十种光明门，我们先说清楚，十种光明门是古法，因为不是世间。即将具究竟妙果了嘛，成佛了嘛？这种光明缘是果上的功德，因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天台宗讲的修行法门。修行法门因力修十乘妙观，有十八层层，十八层层果上的十种大光明缘，十种大光明缘。我们现在开始下这个十种大光明缘啊。世事如来含笑，方不千万亿大光明门。这句话是总说事实，什么时候呢？即是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被世尊来问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世事如来，如来指释迦牟尼佛，如来含笑。这含笑就常常我们要说话是啊，佛教如来，生欢喜心是应该的。只能含笑，不能像西湖上人把嘴张得老大老大的哈哈大笑，那个不合法。含笑就微微的笑啊，你这个嘴巴稍微翘一点点就好了，把个嘴巴变张多大声，哈哈哈，我成笑。释迦牟尼佛心里这个形象就是含笑，含笑就是什么呢？生欢喜心嘛。欢喜心做什么呢？十方诸佛诸大菩萨都派人来问候我，问讯就是问候了。因此之后呢，就是还要欢喜。在欢喜这个当中，就放不千万亿大光明缘。我这个光明缘造物，这个总数归纳起来就底下十种，十种大光明缘。第一种所谓大圆满光明缘，大圆满光明缘，你看一下这个大圆满三个字什么意思？就是菩提心啊，功不思议境啊，功不思议境，第一个功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在不经上介绍，就是不信，在教理上介绍了，功心情一念心，心情一念心听得懂讲。就是底罗一色，为什么底罗一色是不思议境呢？因为反复修行的时候要从这底罗一色下手的。底罗一色咱们不经常讲一句成语的，这个三头挖道由他走，四圣老凡也由他行，也就是说他上跑从上面上进，他有人天，
参加四圣，也是一苦乐，极乐一心，分一心。假使要做地下宝座三道，也太苦了会。所以说，希望都有他，这个他就是自己极乐一说。因为极乐一说，咱们不经常讲，在教理上来衡量，就心情一念心，一念心不思议讲，不思议什么呢？他既能超心，又能超妄。你障碍他，他就能超心；你障碍不了他，就归他所管，把你带到地狱里去。不可思议这个境界。所以地狱不思议境呢，在这个地方讲，因为不在因力修，根本是一境。但是古上呢，得到大圆满光明了。光跟明都表示是智慧。这个圆呢，大家知道的啊、哦。我们要说讲佛教的圆呢，圆是什么？圆表慈悲，慈悲心覆盖众生。这个譬喻呢，大家要注意了。譬喻只有一个角度，不能全面譬喻。比方说，夏天不到人就上当中了，有一片云，太阳不晒人了，叫慈缘覆盖。假使要是刮下雨，那个阴雨天，那个云也讨厌。一天到晚呢，家里外头湿漉漉的，一点干净地方都没得，你讨厌这个云。不过这个譬喻呢，是譬喻大慈悲光明的。人是表示慈悲心，改服众生，免得众生遭受这个杀戮之苦的。下面啊，那形象是你们都知道了，是不是就得有36多啊？有这37万多历史，我们在山上也没得不得了。没有缘呢，没有缘呢，这就表示宝力。说菩萨呢，人呢就表示慈悲，因为它太阳盖起来了，不低了。那再来这个东南风更好啊，心量之辈。所以人表慈悲，就表一个方面，譬喻一个方面啊。所以要千万一大光明，这就是总的大圆满光明圆呢，就是修这个第一个不思议境界。不思议境界就是这个。因力学这个极乐意识心，到果上呢就得到大圆满。大圆满成分了吗？大圆满光明呢，因力学极乐意识心，慢慢修上去成分了。所以功不思议境，因功不思议境，果上就得到大圆满光明了。第二种就是大慈悲光明圆，这实证我那是第二个菩提心。我们才说了一切菩萨都懂人众生的方法了，慈悲，你怎么会慈悲的呢？因力要发菩提心，因力要修菩提心法，和尚才能得到大慈悲光明。大慈悲心这是因力修菩提心来的。你比方说我们在座的菩萨慢慢的笑，从来不笑起来，夏天呢，房子怕蚊子、苍蝇。我们也受过一次。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们大家晓得的啊，生活当中就是一天到晚你遇到这样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呢有湿淋雨，有湿浇水啊，用水买浇在的水，拖地板的水，这水什么意思？我叫你什么慈悲心？拖地板是由文物居住，当心就是掺那个水的时候被落过的草一口，懂不懂？这个水呢一定要越地草还到，因为夏天这个大虫子容易看到，小虫子看不到。你假使这个湿淋雨湿下水出去一飘一洒，空中都有毛虫子呀，你看不到的，不知道什么比你害死，不知道。所以初走的生慈悲心，慈悲心比哪个生呢？第一句众生生呢？我们因力若呢修大慈悲心，修菩提心，你果上就得到大慈悲光明，第众生因力心啊。第二种就是大慈悲光明能因力，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第三章这个大智慧光明门，大智慧光明门呢，就是修直观，叫心窍安心直观。大智慧要有智慧才能修直观，这个讲直观就好了。下回教你就晓得有直有观。这个直观呢，一共有三直三观。三直三观呢，第一个观叫体真直，修直啊，三直当中，第一个叫体真直。体真直是用来修空观的。什么叫体真直呢？在家门里边，我们两个说话叫话，总能打哪个叫话去啊？叫那些观三空。这个体字呢，就是身体的体；真就是真假的真；体真直就观你当体就空，就听得懂。通通还蛮不容易修哎，一连就是名词，不好笑。体真直指你身体，指你这个无因生时刻的手机上，那体当下就空。我们人说过了，身体怎么会空呢？你要把四大拆开来，没有了啊，观、吃、饭这三样，就是既然，既然没有了，这不都拆开来了吗？没有了，只要还剩点皮肉、血、精液、痰头，这都属于虚的，连皮肉精都属于虚的，为什么？它会烂会化，所以要留意一体嘛，一体。因此都属于虚的。这个四大当中呢，有两个看得到的，是既大跟虚的看得到的。忽大忽乱你看不到，忽大人上呢都有力气，力气就是忽。你把忽大我看出来，拿不出来，哎，不会拿。不过也看得出来，那个人死了力气不得了，比方说想嘛一口气不来了。不要一个小时身体病了，那死人的那个人跟这个活人的人不同样，死人的那个人骨头里都是人的，我们学过学到得把膀子别的胃里动动了凉了，那个不坏，那个理由还是弱，所以说这个叫风呼啦就啦就浑身病了，虚啦了这个风啦了就是缺了心了，当然吸了嘛，得风了嘛，缺了气就是风。这几句话用拿开来，一个人还有嘛？只要你观察，所以体空观就是心修体真体，心修体身体，真就是真空的空的空真，知呢就知定在这个地方，叫你思想不要模糊，看你身体什么东西，四大组成。四大组成，你把思想都拆开来，我身体在哪块呢？没有了，骨头归骨头了，皮肉筋也变成血了，来力气没有了，分没到了，风没到了，是哪节风啊？所以是哪节风是这个四大，就继续无风四大。你要会修行的人，通途外面就要修这个呀，你还得修几阵子，就叫空观。一个字一个观修之后呢，心叫安心之后呢，你要有智慧才能修持流。智慧是哪里的？要修定，定怎么得的？有持戒。所以三无六相什么不觉的？三根本相，你通路法门。所以通路法门难相，是难相还有难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你去制止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末法时代，你要修这个决定会三下，你要修体真直，修空观，要修耳鼻分别直，修假观，啊，做不到，你看那个你的名字都记不得，还修嘞？你们一个时间来修啊，就是你一个时间修，你直接不清净，本能得定，定不得哪有慧眼呢？所以心就安心之后。有大智慧啊，才能修啊。所以因为修心叫安宁之故，所以菩萨才得到大智慧光明的。因此呢，你们大家要
下这个地方停了，铜锣湾人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要回想一下，你要做了一行不可能，因为在座的你们各位老人家啊，确实是我们在家菩萨，最江南的五界你们吃得清楚吗？哎呦，我吃得清楚啊，我吃戒多少年的嘞，我吃五界二十菩萨戒都吃不落，我是慈悲慈悲的，你连五界菩萨感受一句都不够格，怎么了？我的吃五界做多少年的还不够格了？我们说五界当中有具体的问题啊，三道银王九，我们了解当中有一个俊男子大王子，我们吃过好多次了，你不喝酒可以，不吃肉可以，不杀生不偷盗可以，做得到，大王路这个事情做不到，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是大王路才能犯戒啊，小王路要犯戒照样犯。你看你个孙子在美国留下读完回来呀，本来你晓得了哦，出家现在也谈亲了嘛，不晓得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有个心里疑虑不相干了，你看大王爷了吧，那本来这个光明王与光明王还是王一样的，所以说无界不具足，你想修定不可能，心定定不下来你还能得智慧了，而通路上门决定会三下叫三不六相嘛，说通路上门不修决定会你不可能一样得不到，决定会有了才能修这个十成功犯呀，我在讲的这个大智慧光明圆就要寻求安心之故修三智三观，叫因地修三智三观果上才得到大智慧光明圆，这叫第四条大玻璃光明圆，大玻璃光明圆因地是什么呢？普化片，什么叫普化片？有决定会三下举动之后你才能生玻璃，没才说的了，有戒生定，有定发慧，慧举动成玻璃，那大智慧跟大玻璃好像是啊，一个梵语一个华语不对，这个你有深一层的意思，我们才说大智慧啊，因地修的是什么呢？他不提心了，就是呢你行大玻璃啊就不同了，大玻璃是因地要修这个普化片，什么叫普化片？普紧实烦恼，普尘沙烦恼，普无明烦恼，那些恶烦都要普了了才成了大玻璃，大玻璃翻了中国话了勉强说智慧，其实不恰当，所以玻璃这个两个字不翻译，你们感觉没来刚刚你心经的你们知道吗？波利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他应该是智慧波利波罗蜜多，他不行，他说智慧波罗蜜多不行，有波利才能倒闭啊，波罗蜜翻的中文话叫倒闭啊，你智慧不能倒闭啊，因为智慧啊有限制，有什么限制？那凡众人叫做智慧，凡夫就是智慧，哎呀你看现在都聪明了有智慧呢，还是有智慧，你们有一群人说过哦，你看现在聪明了还有不理呢，那个听到还稀奇的，真的有不理他不懂，其实不理的意思很深，不理意思江南来说经常有不了，不理如大无序，如大无惧，能受一切是真么，能破一切何干，听得懂吗？破一切黑暗以光明嘛，如大火炬能烧一切生物，凡是生的东西，要一火一烧就烧了。我看不见这个火，看不烧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们一下下火了，又水了，你们的火烧了，不过那一点火炭，将来还要用气啊，都是属于火。总之，你有火才能烧啊。这玻璃不大护具，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受恶，一个人做黑暗，就是大玻璃，有大玻璃了啊，因地才能得大玻璃，这就是普化片，
破三种烦恼，破尽识烦恼、生杀烦恼、无明烦恼破了了，你才能得到大果力。因地修苦万病，果然是大果力尽，大果力烦恼这道理。第二是第五大三昧方便理，大三昧，三昧两个字叫定。什么叫大三昧呢？不是小三昧，这个大三昧就是佛的三昧，正定。正定就是佛的定，佛定悲定定啊，这个话大家要注意。我这个话有点什么呢？在教理上来讲，这个定呢，本来不是坐着才叫定。出了往返心在定中，你看看，这佛的定，出了往返来来去去，那再去周长街。迎宾待客、烧茶做饭都在定中，怎么在定法了？那修别的法门你们做不到，修净土法门都能做到。一心一意把阿弥陀佛摆在心上，烧茶做饭、烧鸡嘛，叫做土地板管禅缸的，或者烧菜烧饭，你那一句心念阿弥陀佛不要丢，因为他不给你事啊，在你心里头。其实你嘴上嘛都讲迎宾待客，坐在那阿嬷阿嬷大奶奶大爸妈来了，你连接亲个亲个，啊，好不管家来了，跟你亲个亲个，对不对？但是你心里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听过，这就如来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叫大三昧。因你修这个是通色，果然这个得到大三昧。什么叫通色了？通色在十乘五脉当中，什么叫通，什么叫色？这个通色通多方面呢，就是啊，实体当中有通有色，啊，十二因缘当中有通有色，六道万行里的有通有色。拿实体来说，科学没到十个字，因为这些都是教你的事情，所以没得下课教你了，我说你们听，科学没到了，科学两个字叫色。道明两字叫通，通呢通于三界之外，色呢就把三界之个门色了，就是不通。说口诀是人讲的一定因果嘛，就是色。道明二字呢就确实因果，就叫通。因为能修通就能证明凡，修道呢就通了凡门就证明凡。你修口诀。只能在思想上走种种，都是繁重的啊。所以说你能这个修这个十通色，认识哪是通哪是色。比方说我们说科技没到啊，科技是色啊，道明是通。那这个十二因缘来讲呢，这个玩命门是通啊，流通门就是色。流通就是我们运行行运的十运命的名字运落了，就是定了生命落实，就是顺，那就是色。为什么呢？你跟十二因缘走了嘛，都均了，不得流通。反过来说呢，就叫还命门。我明白的行运行运的生命名字生命落实命都灭掉了，就叫还命门，那就通了。那第一这些都灭掉了，身体就了了。六度也有的，六度呢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做到了你就是通，做不到你就是色了。所以你布施，你不布施极难，一切都行得饱。我还是来跟你要一切不饱，都是物呢洗得过来一口一口两个一口半的饱，不是不得金贪，那就叫色啊。六度当中就是持戒也是这样的，你持戒觉你不杀生不偷盗不起淫欲了，结果你都做了，都做了又杀生又偷盗，那就叫色了，是吧？色通色，认识通，认识色，你就有智慧一大定。你不做就是色了，做了就通单了啊，这个意思。所以叫果然呢，就得到大三昧光明。大三昧就是佛定，那佛定呢，你们要记住呀，佛
不定无所不持的，无定无不定，也就是行若坐卧都在定中，去通路上呢，不敢说去大话，周大想医生，你们都做不到，能做得到的呢，有一个特别快的能做，你把我们那个基本就做在定中，而且这个定很大，比较不定。我们认为确实往往只要你不要忘记掉，你就住在不定当中，所以说修特别观呢最容易，也就是不懂，因为懂这个道理，才把几句我们认为真当薄饼，把它当成敏感的你写的读了吗？比方说你家里只有什么东西，那举薄饼东西啊，一个珍珠项链，或者是我们生命就收缩的薄饼。岂不是白干的？带在身上，带在身上也不能看你，你衣服盖起来，衣服盖起来，也喜欢他自己高贵，也想把它拿回来看你，就好生气了。所以这个包庇当时，当时的全部分析，心眼里都摆在上面，那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珍珠项链包庇，在我们佛教里讲，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命根子啊，你们要真正把一句阿弥陀佛生活当成命根子来讲就好了，一定生气了，你不要把它当成命根子，你慢慢可有可无，高兴起来想起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高兴来照样想话，照话说，哦，我来了，俺爹来了，俺家来了，俺家来了，我花了金多了，哎，阿弥陀佛，你要到脑后去了。他没有当个名人的，他就不得了生死。你要念佛的时候，把这句阿弥陀佛当个名人的就好了。这个就是大正大三昧光明，因为你知道通身，为什么通身呢？你觉得科技密道是什么东西啊？科技密道就是释迦因果呀，释迦因果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下这个十种大光明缘今天下到进入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向下完成下。南无阿弥陀佛。